我们不是刚才说好了吗？我们不工作，都站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？这不是您回来了吗？大家高兴。有什么高兴的呀？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。别杵这儿了，大家快干活吧，回到各自的岗位。 王子如涉嫌恶意收购破坏实体经济和金融管理秩序，已经被批捕啦。听说他对赌也失败了，现在负债累累，活该。浩文什么时候出来？律师在办保释手续了，估计快了。小玲，真没想到，你最后竟然放弃金钱嫁给爱情啊？谁说的？钱、感情我都要。 我作证，他没有妥协。思雨，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啊？再战十年，让我们再战十年，再战十年。